午睡班小朋友早安，现在我们要来做英文作业。翻开我们的作业第29页，记得要写上今天的日期。Color the yolk yellow，它要我们把这个鸡蛋的蛋黄，我们要跟它踩上。黄色，记得黄色啊，小朋友，踩上黄色。好，color the correct letters to form words for the objects。好，你看它的箭头指在这边是什么来的？是 yolk。等下我们要把它的字 yolk 的字踩上颜色。yolk 是 yolk，所以我们要把这四个字，等下啊，这四个格子啊，小朋友，等下你们自己把整个格子踩美美上来哈，给老师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yellow 的字啊，我们要把 yellow 的 spelling 找出来。对了，在这边，yellow 啊，我们要从 y 这边跟它彩色踩到 w。啊，等下小朋友也是记得把这个格子踩美美上来，给老师看呐、啊。好，trace and write，我们要来写 y。好，这些点点点的字，小朋友记得要写上哦。好，我们写 y，大写的 y，我们上面写一个 v，第一个格子我们写一个 v，然后中间这个格子我们写一个竖下来，就是 y。这两个小朋友自己写啊，小写的 y 啊，我们来写。我们从中间这个格子写一个 u 上去，然后再跟它竖下来，慢慢竖下来勾。这两个格子照样的写上哈。我们来写 yolk，yolk，老师写一个给你们看，yolk，yolk 啊，这个小朋友自己写。Yellow，yellow，yellow，老师也是写一个 yellow，啊，等下这个小朋友自己写。好，我们翻下一页，第30页，照样记得上面写上今天的日期。Color the picture below，他要我们把下面这个图画。这个 zoo 踩上颜色，整个 zoo 踩上颜色啊。好，What letter comes next? Circle。啊，我们来看 U V W X Y，下面是 Q 还是 Z？啊，我们来读 U V W X Y Q，对吗？不对，U V W X Y。Z 对吗？对了，我们把 Z 圈起来。Trace and write 啊，Z 这些大写小写，等下小朋友自己写。Z 大写的 Z，我们从上面画一个横，然后又弯竖下一条线下来，再写一个横过去就是 Z。这两个小朋友自己写。小写的 Z，我们用中间一个格子就好了。写在中间 Z，对了。等下这两个小朋友自己写啊，这个 zoo 啊，跟 zebra zebra，等下小朋友这些点点记得写上去啊。老师写一个给你们看，zoo，我们要写在中间这个格子就可以了啊。zebra 也是一样的，zebra 啊，等下这个小朋友也自己写哈。好，我们的作业到这边，再见。